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老戏骨陶杰老师又来了啊、哎！客气客气。陶杰老师，你不都不知道，我在认识你这个人之前呢，我买过你一本书，现在我还留着，你都可以了解啊他的这个风流的这一面。我一看那书写的，那可这真叫一个酸呐！基本上啊，是把这辈子你倾慕的古今中外的这个女性，讴歌了一遍，一人一篇散文，对，全是在歌颂。基本上啊，没看过，以这个漂亮为基本选择，也有几个难看的，才貌相全为主。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跟陶老师也学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情节。因此呢，这个泰国的最近的形势啊，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心碎。我不是为他们的国民心碎，我为我的英拉感到心碎。你觉得英拉漂亮吗？当然，哎，我就真觉得，就像你说的那天啊，就说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是非的判断，真的容易受这个粉丝感情的左右。泰国这事儿跟我因为没关系，所以呢我本能的就同情英拉，因为英拉我觉得长得好看，而且她那个样子哈也挺会说，对吧，就说你们要发泄冲着我来，是吧，不要冲着我的儿子，哎，因为什么，一个母亲啊，哎，她跟她哥特别好，是吗，哎，对，你看、啊、你看我咋的、啊、他哥，你怎么知道他哥是谁，你知道吗、啊、我当然知道、啊、英拉是他们家九兄弟姊妹里最小的一个女儿，对，他信他哥现在还回不去，哥在香港，在香港现在吗，哎，前几年曾经要求通过特别关系弄个香港护照找你来啊，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这么听说啊，他以为我跟别的人有些办法，后来捞不捞得到我就不知道啊，哎，这所以这个家族呢，家族裙带政治不只是中国特色，全亚洲都是这个样子、啊、说这个英拉呢就捧这张脸蛋当政，对对对，问题出在哪，现在出在这个民主变了质，以前呢这没有这个影像时代，都是选民就是说我听你说话，对，听你的政纲，对，看你这个人踏不踏实，现在没选民了，选民都成粉丝，就是我这样，什么叫粉丝呢，粉丝是盲目的，哎，这张学友，哎，这谢霆锋，没错，哇，我、哦、黄晓明来了，没错，哇，这不是涌过去，这个粉丝完全是感性冲动，那不管你这个那这个你这是什么政纲啊，做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不管长得漂亮，所以到最后黄铜泰国选举变成、这个、付出代价，没错，是阿皮什和英拉嘛，哦，对，阿皮什靓仔，帅哥靓仔，阿皮什靓仔啊，对对对、哎、咱们看看我的英拉啊，看看我的英拉，英拉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了，你知道吗，是广东梅州丰顺县人，你瞧碰见奥巴马这个卖俏爱娇，对吧，这样的一种耶、哎、你再看下边，你看这个东方女性一握手，你看她扭着，你注意她这个姿态、哎、那个腰啊、哎、S 型下巴壳往里勾着，这一下，哎呀，这东方媚儿啊，奥巴马完蛋，不，听说他老婆当时在泰国就跟奥巴马翻了，就因为这个英拉就在这卖俏，来你再看下边，嗯，哎，这是过去据说英拉原来也是商界女强人呐、啊，就是在家族的商业公司里的时候的这个款，嗯，你看就是长好了，你看再看下边，哎呦，穿上这个在一群这个将军当中啊，格外的你看出挑，对吧，我觉得这个长相啊可真是，你再看下边，哎，这是他的经典手势，就是双手合十，嗯，说很多泰国人选他就是希望他用女性的柔的这个力量啊，是在泰国实现和谐社会。那你再看下边，这是你看他哥，你再看下边，这个好多人其实都不知道他结婚了，他早就结婚了，40多岁了。他是英拉跟我同岁，我的英拉是1967年6月21号出生的。老是我的英拉，1967年6月21号的生日。她老公你看了吗？她老公也是个这个商界的一个很有强人，强人吧。但是她老公说英拉是我们家的规则制定者。基本上，你看女的在这个男权的社会当中啊，她越往上走，她的美丽啊。就越怎么来说就越引人注意，对，你明白，英拉这样的相貌
如果在电影演员里，在金马奖发奖仪式上，你根本不算什么。嗯，你明白吧？他呢？你看一群老男人都是将军围着他，没错。他这个相貌就是女的读书啊，读到女博士啊，读到教。你比方说我们开学术会议啊，稍微几个像英拉这样的人，那就全场很受欢迎了。没错，但是你真的是女性的开会，女性的比方说 PVP 的什么活动，那比她漂亮的女的都还是被人挤下去。你说的太对了、嗯、我跟你讲，就要不有时候啊，这个演艺界的这个美女啊和日常专业界的美女啊、嗯、标准还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是一个演艺界的美女啊误闯到一个专业界去啊、嗯、那个会啊就没法开了、嗯、因为我们朋友有一个，她原本呢是演员，选美选秀出来的，很漂亮，但是最终想当明星当不上，就是失意而去。最后呢就做了这个什么呢，医疗器械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卖医疗器械的工作。那么你想啊，这种国际专业会议啊，他一去啊，全场这个会就没法开了，全场你知道吗，会还没开完，那些个就开始有人要电话，说就商量今天晚上到哪吃饭了、嗯、他完全干扰了、这个、所以我的建议是，女的如果是对自己的美貌非常看重的话，与其去韩国整容哈、啊，不如好好读书，混政界商界。没错，你看你的位置一上去，你同样的相貌，你脸不用变，你的价值在上升。那个香港嘛，不是每年的国庆啊、七一啊，就有一个那个、啊、这个会展中心有一个活动的吧、啊、对不对，以前曾启礼、曾荫权啊，现在这个梁振英，我偶然也被邀请去了、啊、一去一看整个会场啊都是老男人、嗯、个别有几个女的，哇、哎、不得了、啊、太醒目了，那就是台风眼啊，全都是、啊、还一群群的围着他们在转，就这样。徐老师说的对，在演艺界、模特界、时装界，美女啊就是太多了。对，这美女要跨界，有几个行业是特别的干枯，嗯，干枯，学术界，对对对，这个文化界，没错，政界，嗯啊，我这个文化界，这些男人还都好色，我觉得、嗯、文化界长期性饥渴，没错，因为这个男人诗人呐、啊、作家都是想象，啊，对对，但是呢，就是一看才女不貌，不是没有，但是才女不貌，对对啊，那么一大群老男人在写情诗啊，写小说啊。那个性的这个想象没办法发掘，哎，忽然在一个诗人圈，哎，冒出一个，啊，女才子，大家都像一群饿狼啊，把这个眼睛投放在她身上。六十年代台湾诗人余光中曾经用化名叫聂敏，三个儿子，敏捷的敏啊，聂敏装女人，聂敏写了几首诗，哇，轰动整个台湾诗坛。哇，这个名字秀气，写的诗呢啊又浪漫，这几个男诗人老男人纷纷打听，哎，谁是聂敏，谁谁谁谁，一发现原来是余光中，哦哦，大失所望。余光中现在长成那么干瘪的样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在中国的发展背后，总有零工的一臂之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零工。阿里山，我给你添个例证，你要知道台湾开会，一群作家到阿里山上山去了。嗯，我记得女的就严歌苓一个。嗯，好了，那上去以后，那些人就是全都是英雄救美，严歌苓掉了一个什么包了，北岛他们就好远的路跑去帮他去找啊，啊，一个个都在古华啊什么的，全都围着他。
后来我就跟严歌苓说，我说你看看你现在大家这么多作家都围着你，还有什么高行健啦、李泽厚啊什么什么。严歌苓倒挺清醒的，他说那是正好就我一个上来，你换了如果不是我上来，红影上来一样。但是如今就说是这个中老年男人确实啊，这中老年的花心宅男们啊，确实我觉得面临一个这个很穷困的问题，就是这个美女荒。你知道有时候开个会，或者说是大家这个哥们儿们吃个饭，哎呀，真的就是你说一群老男人在一起啊，就淡出个鸟来，你知道吗？就是，哎，然后呢，就是叫几个女孩，叫几个，我发现这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需要。但是现在这个女孩啊，也是很难叫，你知道吗？可能是因为这帮老丑，他们也看不上，对吧？对，你也很难。问题不在美女荒，大江南北现在漂亮的人很多。对。问题这个 GDP 增长这个趋势头之下啊，长得漂亮很小的就受到赏识，对，要么当夜总会小姐啦，对，要么文工团啦，舞蹈团啦，就是女性啊，如果长得漂亮，十六七岁，不会有机会继续去当研究啊、学术啊或者从政，所以进不了政协，上不了商界，就很自动的往这个镁光灯的那个大路上跑。好了，那么另外一条路怎么办？要在笔耕的，要做研究的，要从政的，那个呢没有美女入行。哎，你们说到这儿 啊，我就突然插一句，我问你们一种男人的心理啊。你看我有时候就这样，就好比说我认识俩女孩，也不是两个，或者一个女孩啊，但是呢可能我对她有兴趣，但是呢最后呢我要觉得反正她也不是我的菜，反正我也没戏，对吧？她跟我也不可能。哎，我呢比如说一帮我自己的好朋友，他们想让我介绍个女孩给他们认识啊，我这个时候介绍的时候啊，我心里啊就会犹豫一下，但是犹豫最后的结果呀，我就是那么想，我说反正这也不是我的，早晚他也得跟别的男人，还不如便宜自己哥们呢，你知道吗？就是还不如让自己朋友有机会。但是呢你看有的男人就说，我可不像你这样，他说我呀宁愿他跟我不认识的男人好了，我也不愿意看到他跟我的朋友，跟我熟悉的男人好了。后来我说，你这倒也是人性，是吧？人性，我觉得你我觉得你讲的你的朋友那个是常态，你那个是精，不是变态吧？反正是一个特别状态，圣人，不是剩下的人，我也要经历挣扎呀。就是我就觉得这挺有意思，我也心里不舒服，但是我是有个理性。哎，我这是理性的，对吗？反正他也不是你的，那你愿不愿意他是你的好朋友的呢？这个呢要看朋友到什么程度。这个说看人生的修养啊，有很多基本上文化人啊什么有这个例子啊，某某教授跟他老婆离婚了啊，跟了别一个学者，哎，这教授跟学者还是好朋友啊，这个人生境界很高，对不对？这人你都认识了，对不对？我怎么听你说什么，是说林徽因吗？啊，林徽因是老的啦，现在这个教育界有的是，对不对？这个还是讲回那个例子，比方台湾一个林文月，很多作家学者就捧他捧得不得了，也是因为在学术圈，就是我现在想起来，学术圈一旦有一个其实公允来说就是比较中上的这么一个相貌的女性，就会被品成大明星了，对吧？对不对啊？对，大明星。她这个审美标准实际是低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当年上海十里洋场美女不少，对，延安呢都是革命家在为当革命，为老百姓道良谋，这女人就少。哎，跑了一个江青，一个丁玲在那去啊。火了，闹得天翻地覆，火了，对不对？所以当年有所谓一杯水主义，并不是说什么叫一杯水主义，啊，阳盛阴衰，没办法。所以我们老革命，哎，大家老革命看我们这个电视，他们必定想当年深有同感。没错，干革命拿笔干的，搞学术的
都是一样，这个几个行业苦啊，就是缺美女是吧？哎，所以哎，咱们可以看看你说这个审美标准哈，找几个这个当领袖的女性，咱们看看这个审美标准。你瞧，这是我们、哦、这是当年大美人，现在看稍嫌胖一点，稍嫌胖一点，哎，去做健身操。你再看这个呢，宋氏姐妹，这个。庆龄、美龄，你觉得美龄好看还是庆龄好看？我觉得呢，这个美龄呢漂亮，但是有一股狠劲。哎，宋庆龄呢也漂亮，这人比较纯真，啊，哎、对于谎言呢比较容易相信。宋美龄呢，你看有气质，是漂亮比不上庆龄，对，但绝对不省油。哎，你瞧她这相面相的好，庆龄就是国色天香啊。美龄呢？美龄就稍微有点媚了，哎，哎，对对对。咱们再看下边啊，这还有洋范儿的啊，寂寞深刻，乌克兰的，寂寞深刻，这美女。记得她身材好。对，你再我给你看她身材，你再看下张相，她这后来据说是给关起来，说在牢里边有人打她，这是向新闻界出事，打的这个伤痕。你说这个时候看上去还美吗？然后你再看下边。哎，这个一代名媛啊，肯尼迪总统的这个夫人，后来嫁给船王，希腊船王啊。你看，在下边看，在下边看，哎，这个最近美国也一直在这个纪念呢。我就发现，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时候啊，就当时美国就是见到他们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在被刺的那个德克萨斯州嘛，就说这两个人呢，完全不是什么。政治人物的给我们的感觉，说完全是明星，就他们给人的感觉看上去啊，就完全像明星。就是说，在你就是说在大街上碰见这个人，我那天看一个采访，就他们这两个人是属于你，就是在大街上看见了，你都一眼知道这不是一般人，不是凡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气度，有贵气，有贵气。当年这个肯尼迪呢，是美国电视辩论捧出来的。今天的这种什么英拉啦，什么阿皮什，也是电视跟这个电子媒体啊，马英九出来的，马英九绝对算，对对绝对啊，所以这个今天这个啊，什么帅哥啦、美女啊，当总统啊，就是魅力很高，能力很低，就是美国是始作俑者啊。你看以前的像尼克松很丑，丘吉尔大胖，对啊，罗斯福是个瘸子，后来艾森豪威尔。光头啊，这个我们小时候读过这个许地山落花生，这个老爸教小孩做人要追求实而不华，不要当这个花架子，把这个实力果实在地底下，哎，果实在地下。现在这一代人忘记了啊，你本家许地山老师的教训skin deep 就看表面肤浅啊，所以呢选民沦为粉丝，你弄出来的就不行了，我们奶油脂肪一大堆啊！你觉得英拉是没什么能力吗？哎，有能力怎么会搞成这样的？是不是他心的妹子怎么会有能力？开玩笑，他心的妹子，他信，哎，他信有能力，你还没他信有能力，他信你信，我不信，怎么会这样？有其兄必有其妹。我们先去广告，听他说说他信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很简单，侨外移民为您开启各国的大门。全国咨询热线400-700-9222。生命中有些爱无可取代，就在特伦苏专属牧场，为我所爱造就无可取代的味道，无可取代的爱。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陶老师，你作为他信的这个香港代理人啊，你也真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泰国这个政治啊，我是觉得有一个好奇怪，就好像有一个什么前总理，这他信都流亡了，就是这边就是法院要判他了，但是呢他妹妹可以在
中选之后说，我代表我哥哥告诉大家，他很想念你们。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情况？因为我们在外面读这个新闻呢，都是不全面的。他信呢，在这个泰国的乡间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对，现在泰国的矛盾为什么常常闹政变？是城乡的矛盾。曼谷它作为一个亚洲的一个第二档次的经营，围绕的曼谷有一批啊，就是说这种金融精英、科技工业的这个专家、工商界，还有一些中产阶级，他们是支持阿皮什的。哎，这些人呢是支持阿皮什，但是呢，外面这个乡下头对农民的人呢，得不分不到这个泰国近二十年经济增长的利益，他们而是在家里呢种种香蕉树啊，啊，就是种种地啊。那么这个他信上台啊，对那些乡下的人给津贴啊、拨款啊，那个比较照顾，但是得罪了曼谷城市里头这些工商势力啊。那么就是说他在贿赂，变相贿赂，这算不算贿赂呢？也算，购买选票啊。对，那么现在这个矛盾必然会爆发。那他哪来的钱呢？哪来的钱？这个他自己也是做生意的，对，对不对？问题他自己不是农民出身你知道吧？现在这个泰国的这个形势啊，就常常重复上有这个什么政变上台啊，什么啊，那他自己也贪污啊，被指为贪污啊。你让你当了总理，你这个家族要做生意啊，对，那当然是飞黄腾达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哥哥倒了，妹子又上来，必定是带着这个污点上台啊，人家就觉得你其身不正，而且是成了你老哥的代理人，而且哥哥流亡在国外，你把这个妹子啊弄上来，当个很漂亮的傀儡，遥控，更大的欺骗性遥控啊。而且泰国还有一种他们特别的三权分立，他不总理只是一个三分之一，对，还有三分之一是军队，还有更重要三分之一是国王、皇上。哎，那个君主立宪制啊，是英国的这种君主立宪制，到了只有欧洲才会有，丹麦啊，他们是英国式的，对，你到了亚洲就是变味，不行的。日本的天皇的关系跟内阁的关系就是不一样，泰国就更不一样，没错。所以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到这里来，拜托啊，这个肯定变形。要结合本国国情，泰王的权力很大的，对啊，很大啊，他要做生的，所以到最后，现在他们说英拉现在就有一个法宝啊，他不怕那些人闹得太厉害，因为为什么？12月5号，泰王生日，你到时候你们吵吧，对不对？他以这个名义来把那些人全赶散，皇上拜大寿。对对对，而且我去曼谷，我是觉得他们对这个泰王的这种礼敬啊，这个感情啊，是不得了的。它高于利益了，它是一种宗教式的东西，而又是一个佛教国家，对，所以这个国家是三天两头搞闹事，没错。而且你说这英拉到这时候模样也不管用了，是吗？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